看飞哥终于要对自己同行下手了啊！飞哥的烤面筋全是科技与狠活儿。我们先做一下烤面筋用的红油，首先食用油1斤，要想红油香，必放葱蒜姜。这里有洋葱、大葱、大蒜、生姜、香菜。菜料的比例我会打在视频上，油稍微热，下入菜料。我朋友啊，撒撒一撒撒，真好哎！炸到这个颜色，关火，别再炸了，再炸就糊锅了。关火以后啊，用余温再靠一会儿啊，给这个菜头里面的香料都炸出来，炸干净。菜料捞出来不要了，再下入红油混合料60克。红油混合料是啥呀？就那纯纯老色素辣椒面配香精料。小味儿嘎呀上来了啊，搅拌就有。哎呀妈，通红啊，哥们儿，这谁受得了啊？那别着急呀、啊，你这一会儿凉了还更红呢，吓人呢！我的妈，通红啊，这谁受得了、啊？哥们儿，你以为这完事了？还没有呢，慢的慢的，再来点辣椒红色素啊，千万别整多了，整多了下气都是粉红色的烟。哦，再来几滴高浓缩肉味精油，那烤面筋是个荤菜呀、啊，哥们儿，还不太狠了。再来几滴烧烤肉味精油，哎呀，小味儿咔就上来了，搅拌就有。面筋串搁里面一涮，哎呀妈，出水芙蓉啊！捞着控火油，哎呀妈，真好哎！看小炭炉支上了啊！我们今天用的是油酱分离烤法啊，这样更省料。上烤炉，这是前几个视频教大家做的烧烤酱。哎呦，小烟也起来了啊，翻面芝芝冒泡啊，给它整小点吧，你飞哥的串太大了，面筋烤热了就行啊，本身就熟的，刷酱。哎呀，小鸭啥啥呀就起来了，最后再加上飞哥独家秘制的麻辣烧烤料，一吃我就笑。哎呀妈呀，这下是谁受得了啊？哎，下料很猛了，哥们儿，再来五个烤肉串搭配一下，走。哎呀妈，糊满了，哥们儿！黑哥烤面筋，越吃越有劲，捞了，兄弟们，上听了。